Hello, it's Morlock. 前两天解封无聊就去了趟玩具店。这里超大的，这里超大的，这个车超酷。然后这里这个应该是15的，然后这个地方建的那个球球，然后这里是我现在半价，原价是15块。这里也好酷，这里可以搭房子，我这个可以做梯鞋了。好了，你上一步，这条小裙子很可爱的。这是哪个？这是一个包子。这个，这现在便宜了。再买个豆Vlog， 你就知道我一向抽盲盒运气不是很好，包括之前跟小李抽盲盒，你们也看到了他的 Vlog， 就是我俩抽的都不是很喜欢的，所以我要抱着佛系的心态随便抽一个。这个应该我炸了，因为我今天拆盲盒，我今天的 topic 就是拆盲盒。我盲盒都拆了两层了，发现视频没有存上，还好最关键的这个盒没有拆，你知道吗？我的内存不够，快救救我的内存吧！就是，我给大家大概的回复一下，大家早知道我都弄平了，哎呦妈，搞什么啊？你们还还原一下这个，我再拆吧。我好不容易买个盲盒，给我吧，我的盲盒都是全都带给了那个大概这样的一个环境，OK， 基本上这就是我刚才买这个盲盒，你们应该很多人都看过。我很喜欢在网上看盲盒、拆盲盒，所以我这次盲盒打折，刚好逛了两个了。然后我说买一个吧，这个就是圣诞款，对不对？冬天款，很喜欢，冰冰的那个款，所以就打折半价买一个。第一层啊，第二层，哇，这儿有个纸条，纸条的定义就是说，Snow Angel 冰雪天使，冰雪下雪。好吧，我就一层 OK。那我们拆关键的喽，继续往下拆。虽然刚才也研究了半天这个盒怎么打开，然后还撒了自己小半瓶纸巾粉。那我看到这儿了吗？这儿抠开，哎，又抠开。哦，这个壳巨可爱，这应该不是我在网上见过的一个娃娃，因为网上见的那个娃娃的壳是银色的，这个壳是金色的，就冰冰很好看，有沙沙的声音。你知道我抽盲盒的运气其实一直都是很怪，就是我总能帮别人抽到隐藏款。我帮李斯抽盲盒，我们俩抽盲盒的视频你们可以去看他的 vlog， 就是那种他开的都不是隐藏款。哎，他开的好像也有隐藏，哦，是他抽隐藏 whatever 的，就是反正我们喜欢都没有买到，买到都是隐藏款，就很神奇。怀疑我自己，好，来打开吧。哦，好多小袋袋哦。那我们就要开拆喽。来，先例行惯例看一下，这就是抽盲盒的乐趣，就是要看这个表。哦，原来它是动物的，我想要小人的，为什么都是动物啊？不开心，我以为都是小公仔，真的是，这什么意思啊？黄色是 rare。紫色是 fancy， 然后蓝色是 popular， 红心是 utera， 就更少呗。红心最少是这个他们都觉得最 cute 吧。但我看看，我喜欢哪个？我可能喜欢这个比较可爱。这个是什么？80年代的 Bonnie， 是 fancy。好，想就这样，不要有太高期望。哦，你看，这儿有三层 net filled pad， 还有一个 net global， OK， cool， 反正我拿的是这个。看这是什么？说明书嘛。哦，这个还能玩啊？这球是灌水的。这狗是能干啥的呀？这狗是能喷水吗？还是怎样？哦，它是能动起来、冰起来。哦，它是，哦，好酷哦，好酷！我也没看明白，一会儿再说吧。先拆下来，那我们先拆小的。这什么？这么小？蝴蝶结？看看这个蝴蝶结。哇，不会是这个吧？这是蝴蝶结吧？小黑丸。Lolo's prize。这什么？什么玩意儿啊？小卡子，小烟斗卡。好闪啊，这一套都。好不灵灵，这啥？小环儿，看起来也不像是那个。就是小朋友玩的玩具就很好玩，不好玩也是好玩。就小粉高跟鞋，哪个里面有粉色高跟鞋啊？我觉得可能是这个，朋友们，极大的可能粉色高跟鞋。
哦，我知道了，应该是这个，我应该抽中了，抽中了稀缺，最稀缺最少的。天哪，我什么都是运，不是什么都是运，这就是我盲盒的运气啊，就一下能抽到最稀缺的。天哪，这给我玩盲盒的一个很大的信心。哇、哦，运气太好了，欧气爆棚。对，欧气，还是欧气，欧气爆棚。魔王小水壶，停。哎，这个我开一个小部件，我就可以自己装的哦。Yes， 部件应该都开完了。好，噔噔噔噔，到了最后的时刻了。一定是那个最稀缺的啊！这是啥？这啥？这哪个？这我咋觉得哪个都不是呢？什么啊 ？Hello， 你是谁？为什么？别告诉我这个是隐藏款，那我就打人了。他跟他是长最像的，你知道吗？但是，我怎么不觉得他俩是一个人？你俩颜色咋不一样呢？这要咋搞啊？90后老阿姨来自抽盲盒的困惑，这要把鞋穿上对吗？国外小朋友的玩具真好，咦，这什么做工啊？都开胶了，感觉。它是什么玩意啊？那我应该学一下那博主，哇，好可爱哦！这都什么做工？哎喂，完了，给我薅掉毛了。嗯，这明明下面还有一层，我好像真是给我薅掉毛了。来自90后阿姨的，注意一下这个，这是上面哪个都不是啊？关键是你看，这咋玩的？这是可以哭的。他总不能给我一个隐藏款，就是上面啥都没有吧？还这么丑，还配件跟这个最经典的一样，研究一下。嗯，变色哦，它是变色的。那它是变色的。许夏蓬松的头发。嫣红的长裙，蓬松的头发。你清醒一点，铁子。重新贴上毛发，几面试约三次。毛发贴纸对贴。会影响真哦，明白了，它不是长这么丑，它是有一层毛发，好吧，朋友们，我要把它的毛发去除了，它这就是可以去除的哦，是的呢，那毛发是粘粘的，要给它补一贴，对的，要给它贴好。那你这些我也不能瞎拆呀、啊，就里边是九万，它就这做工，哦，但我总觉得我会把它拆坏，那接缝口在哪儿啊？就在这儿，啊，就得撕开吗？啊，一只鸟的肤层是要扒开，来，能脱下你华丽的外衣，哦，我看到它真身了，朋友们，啊，这是真的是粘粘的，粘的毛发。噔噔噔噔，露出你的真面目吧！为什么拆的这么暴力？呜、哦，看到吗？这个毛也是好玩。这个拆的也太暴力了，它原来长得也有点太丑了，丑玩、啊、这才叫丑丑的娃娃，把你的脸撕下来，摘下去吧！呜、哦，看隐藏款！天哪，不是隐藏款，这是最稀有的款，给你们装好了。瞬间心情舒爽多了，这我还是挺开心的。什么养育器？它的小红卡子是卡在这里，好闪啊！它这只猫头鹰，闪亮的猫头鹰是最迷人的灯球，但它这个卡子好像就没有地方夹。嗯，对，它是应该能排泄的。OK， 这很酷啊！是不是这样子？没有什么进去。看，已经灌好水了，闪亮的灯球。我会原谅你，你仔细听。你轻轻一个吻，我疯狂体会，气氛开始升温，危险又迷人。I really wanna dance tonight, feel a little bit dance.